5、4、3、2，摄影机把握时间哈，1，开始，来一路拍，从左边拍到右边哈，我们的摄影一路从左边拍到右边，好，好，来我们各位贵宾也稍微抬头看一下哈，抬努力，但是不要只给我看到你的头哈，抬头看一下哈，好，从左边走到右边好吗？从左边走到右边。加油，各位上，加油！好，好，抬头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好，然后来我们的那个种树专家，来来来，给你大美，再怎么种？大美，来看这边，看这边，看前面。大家只要把周围的土勾进去里面就可以了，勾进去里面然后压一压就可以了。好，请用。那我们新的土跟旧的土混合在一起。新土跟旧土啊。对。挖旧土。最后我们把它压一压，这棵树我们百合就种完了，就种完了。各位现在种的是台湾原生种百合哈，所以到时候五月，每年的四月到六月是它的花期节哈，四月到六月，它预计我们是在五月的时候它会开花。今天在这个全部的场域，总共会种下10000棵台湾原生种的树苗，加上种子哈，所以等一下还有种子要撒。好，然后种完了之后呢，我们请贵宾退到最后面哈。等一下种完，我们请贵宾退到最后面。最后面我们要种树哈，将来的树荫都在后面了。好，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我们请贵宾，请贵宾。各位种完了之后呢，等一下爱种树的这些很棒的这个每一位这个虾兵勇将哈，都会来帮我们浇水啊。